嘴中言少，自然祸少；腹中食少，自然疾少；心中欲少，自然忧少；身上事少，自然苦少。大悲无泪，大悟无言，缘来要惜，缘尽就放。懂得装傻的人，才是真的处世高手。看清一个人，不一定要揭穿；讨厌一个人，不一定非要翻脸。用装傻的方法，扭转针锋相对的局面，换来和谐，才是上策。你脾气不好，有的人就抓住你这个弱点，就想激怒你，然后看你出丑。你只要发怒了，你就上当了。四个字，让你终身不发火。一，静，少说话，多倾听。二，忍，面对不公平，不要随意发泄。三，让，大事不能退让，小事多听别人意见。四，淡，看淡一切，什么都气不着你。当你心烦的时候，记住五句话。一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三，我只是累了而已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四，我就是我，不高人一等，也不低人一等。五，是我的终究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强求不来。奥拍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UFF266 UFF266， 关注后免费进群。